2020年复兴教室门徒装备课程，上半年一至六月的课程包括新生活2000、终极报道攻略、雅各书、使徒脚踪、聆听神声音、与神一对一。课程以及报名方法可以参阅我们的报名表格。鼓励弟兄姊妹一起装备自己的生命，为主赢得更多的灵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接下来的2020年6月24至27，我们将会有一个国际五旬宗大会在香港举行，应该是第五届了。过往在马来西亚和台湾这个大会举行，是令到很多的教会得到造就，得到挑旺。我们五旬节信仰的那个精神呢，也在教会里面再一次的被鼓励起来。今年在香港，我绝对相信会对我们五旬节教会是带来非常大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，我们一起去经历圣灵的大能，因为当中我们会有来自世界各地顶级的五旬节学者，还有一些牧师会分享他们侍奉的经验，和带领我们经历圣灵的大能。一起来去让神的圣灵浇旺你。弟兄姊妹，由于咧而家香港嘅疫情嘅缘故咧，咁我哋喺嚟紧2月22日原本嘅五旬宗大会祷告预备会咧，将会取消，改为咧我哋会当天晚上咧，一班牧者咧就会喺福音教会地下荣耀楼咧，我哋一齐会祈祷，而咧喺我哋嘅祷告嘅里边咧，都会系现场直播喺网上。咁弟兄姊妹咧就可以安居喺家中里边咧，同我哋一齐同步，为到圣灵嘅复兴临到香港咧，一齐去祷告预备，祝福大家。周五家家聚将会喺阵间早堂散会之后11:30喺龙宝酒楼，我哋会有新春团拜。而原定今日下昼星期日嘅家聚将会暂停一次，请大家留意啦。A911祈祷会将于嚟紧2月15日下昼3:00至5:00为列国疫情祈祷。今个星期我哋一起睇《生命记》，早祷会时间系早上7:00，喺地下荣耀楼举行。